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人家网友观众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八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八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咱这个电话语音小董树林，要来澄清的电话台八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阿宏继续播新闻，分析新闻，批判新闻呐。哦，最近哦，实在是，伫个咱。台湾各地还兴起啊，这个什么流行感冒的这个调了 ，A 型的、B 型的啊，对不对？即卖一个开始什么啊，肠啊病毒啊啦。那么感染到肠啊病毒七十一型的同班哦，同班呐、啊，嗯，那么七天两个的。停课一礼拜，那么等下病毒七十一型，伊个即个疫情啊，今年恐惊爆发大流行。我本来是算安尼啊，前几个月安尼啊，都会算安尼啊 ，B 型的、A 型的啊，头一个 A 型的，即马 B 型的，对不对啦？即马个会算啊，肠啊病毒哇啊爱活，大流行。那么开学到即阵啊吼，各校通报伊个即个病例，比较得甲去年增加2.15倍啊！吼、哦，你甲想。那么是
防止疫情伊个即个蔓延，为着要防止疫情伊个即个蔓延啊，吼、哦。那么教育局采纳卫福部的这个建议，针对肠仔病毒71型的这个新增727的那么停课的这个原则，727的的这个原则，那么只要是幼稚园的国小在同班七天内面有两名这个学生，哦，啊来感染到，啊，伊这个班就需要爱停课七天啊，吼、哦，啊你甲想，根据台北市教育局的这个统计，开学甲今年来国校的这个通报，这个肠仔病毒。伊这个病例已经336例啊，那么比较去年同期156例，增加2.15倍，和国校呼吁学生啊破病啊，吼、哦，就伫厝诶啊来休养，避免到学校。啊、来上课，里面的孙子呢，继续啊来传染呐。那么教育局这个体委科长柯如生伊伫咧讲，每年三月下旬起是肠仔病毒伊这个好发期啊，五月底到六月中间。达到最高峰。目前有12个学校部分的这个班级有停课。那么比较去年同期四间这个学校大幅啊来增加了。那么一年龄伊的这个层次分析，患者。啊，甲当前比例以五岁以下的这个幼童比较的较侪。那么为降低感染肠仔病毒的这个机会，教育局长到学校啦，啊来宣传，来我结晶大力丸啊，而这个洗手啦。也即个口号，要爱小朋友吼，衣、哦、着清洁啊，也、哦、即个手吼、哦，啊加即个手盘吼、哦，啊加即个镜头啊旁吼，安怎洗安怎洗安尼就对了，吼、哦、啊即个关节安怎洗，吼、哦、啊手腕安怎洗安尼，那么。柯如生伊咧讲啦，伊讲肠仔病毒传染力真强啊。那么家长爱协助注意居家环境，而且清洁，吼、哦，也会顺安尼啊，拍拼洗手，吼吼，并会顺安尼啊，吼、哦，伊的这个食食的爱平均啊，特别是大门，伊的这个门吼、哦。就是这个毛细孔，迄个毛，那是有门的就对啦。这个离哦，伊的这个弯骨啊，哦，就是讲囡仔拢爱耍迄个玩具，有门的玩具，哈、哦，爱注意，尤其是哦，迄种，譬如讲，这个什么小浣熊啦、啊，什么孙啊呢，吼、哦，迄种有门的、那個。那么必须要经常啊来清洗消毒。那么出现感染症头的时阵，哦，这个囡仔学生啊，避免去到学校啊来上课。你甲想，
啊 ，A 型的、B 型的，即马阁当啊病毒71型的。他那几礼拜进前一礼拜讲死30几，敢一礼拜哦死30几，啊你该想，佮我讲吼，抵抗咱爱顾一下啦，啊即卖人就是安尼哩，吼、哦，啊无法度啦，我有讲过啊。出门就是捷运的呀，对不对？密闭空间的。啊，好啦，到这个结束。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来，听首啊歌，啊，拄只过唔着人来，即马就甲风杯刷一下来，共同欣赏。再见，拜拜。思念故乡的情歌，唱出满腹的心声。目睭像影在风底沙，目屎像雨水滴袂煞，啊啊啊！这种的艰苦无地看，每日若是日头渐渐要落。心内愈愈孤单，思念故乡的情歌。唱出满腹的心声，目睭像影在风底沙，目屎像雨水滴袂煞，啊。艰苦无地看，每日若是日头渐渐要落山，心内愈愈孤单。每日若是日头渐渐要落山，心内。